眼前这名男子为了抓老鹰将自己埋在土里，这样的骚操作真是绝了。由于老鹰经常侵扰农场的小鸡，害得男子很头疼。这一天，男子突发奇想，他叫上同伴一起来到湖边，这里是老鹰经常出没的地方，很适合引诱老鹰。他们挖出了一个浅坑，在坑里面铺一些干草，然后男子就躺在坑里面，同伴在他的身上又铺了一些草。接着就将男子埋起来，男子用石头将自己的头部枕起来，这样方便观察眼前的情况。同伴将男子的全身都掩埋起来，只露出双手，男子将用这双手来抓老鹰。很快男子就被掩埋得严严实实的，同伴开始将土压平整，以免被老鹰识破。这之后就从旁边的袋子里拿出一只活鸽子，显而易见，这只鸽子就是引诱老鹰的诱饵。同伴将鸽子放到男子的手上，男子接下来将全程紧抓着鸽子不放，直到抓住老鹰为止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同伴就拿起一捆草，将其盖在男子的头上，将男子的头部和脸部都掩盖好，只露出一点点缝隙，以便男子看到眼前的情形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同伴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老鹰，老鹰在不远处的山头上东张西望的，在寻找合适的猎物。同伴拿着铁铲撒腿就跑，留下男子和鸽子在那里。男子用手不停地戳着鸽子，让鸽子不断地扑打翅膀，好让老鹰发现。很快老鹰便发现了不停挣扎的鸽子，立刻就张开双翅向鸽子俯冲而去。老鹰的速度非常之快，几秒钟的时间就赶到了，从高空俯冲而下，像一颗子弹一样飞向了鸽子。他要利用俯冲的力量冲击鸽子。老鹰来回不停地重复这个动作，鸽子被吓得惊声尖叫，等鸽子精疲力尽时，老鹰就开始改变策略，双脚压在鸽子的身上，让鸽子动弹不得，然后开始一口一口地啄向鸽子的要害部位。可是老鹰捕鸽，男子在后，男子看见时机已熟，果断出手，紧紧抓住老鹰的一只腿。此时老鹰还没意识到危险，当老鹰发现男子的双手时，一脸懵逼，还不明白眼前的状况。当男子将头上的草堆取下来，老鹰才恍然大悟，立刻吓得魂飞魄散，挣扎着要飞走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男子牢牢地抓住了老鹰的双腿，任凭老鹰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。男子一手抓着鸽子，一手抓着老鹰，从坑里钻了出来。他腾出另外一只手想抓住老鹰的翅膀，男子需要小心翼翼地操作，不然被老鹰啄到可不好受。当男子牢牢地控制住了老鹰的双腿和翅膀后，男子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眼罩，将老鹰的眼睛罩住，然后用嘴将眼罩绑紧。眼睛被罩住之后，老鹰就老实多了。这时男子才发现老鹰的一只爪子已经没有了弯钩，怪不得老鹰袭击鸽子那么多次都没能将鸽子撂倒。